香港影帝梁朝伟为主演电影《金手指》来马宣传，他分享跟刘德华再度合作，有很奇妙的化学反应，两人也很有默契。但是被问到是否会和太太刘嘉玲合作时，他立刻拒绝，而真实原因令人忍不住想爆笑。来看报道。梁朝伟和刘德华两人在电视台时期就曾有过多次的合作，而这对梦幻组合如今再度携手合演电影。梁朝伟就直言，他和刘德华在电视台时期就已经是好朋友，默契是建立在信任上，在拍摄现场也不用特别沟通，一个眼神就足够，直言这是很奇妙的化学反应。咁同埋好多时候，我哋喺现场唔需要特别沟通就可以做到嘅，唔知点解我做咩佢都接到。其中，梁朝伟对两人在医院拍摄的一场冲突戏印象深刻，让他感觉两人犹如回到从前般的默契，还直指我们两人很有火花。据了解，梁朝伟明年三月将会前往德国拍摄新戏，扮演一名脑神经科学家，而因为要看很多书，他笑言现在有点神经底。他也表示喜欢当演员，当导演很辛苦，当演员舒服些。而当被问及会不会和刘嘉玲合作时，他也直言跟老婆一起演戏感觉很怪，也像回家对着老婆在演戏，因此他认为未来或许不考虑合作演出。因为剧情里多次提到东马，梁朝伟坦言80年代他时常来大马，而这次再来感觉自己去到了一个很熟悉的地方，很有亲切感。听到主持人建议他经常过来，他也笑说要吃虾面。